一早早上的9:34啊。那么我们台湾539的会员们，我们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啊。这里是社长燕国荣报告。今天2021年的4月19号星期一啊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马上就要进入五一劳动节，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啊，马上又要过了马祖圣诞啊，马祖圣诞千秋，马祖是很灵的。当昨天大甲马祖回銮后，回到大甲镇南宫，台中地区它的水库就下了大雨啊。啊，真的是马祖就是会救人的啊，就像我拜关圣帝君一样，关圣帝君在上面最危急的时候，他就会救你啊，所以我常常到啊关圣帝君庙去拜拜，就是这样啊。各位，我们虽然最近这两个礼拜没有赚到钱，上个礼拜是有获利的哦啊。上个礼拜是有赚到啊，现在呢，新会员听清楚，我们会员，我们早上报道的是会费收2000啊，会费收2000啊，分两种，一种是我现在在收6月份的会费啊，那么4月份是赠送的啊。6月份的会费是2000块钱，啊，我们早上报道的是每个月收的会费，下午报道的是后谢啊，我是两种方法，早上报道的是会员2000块钱，欢迎你参加我的会员，保证你赚钱啊，因为我报牌就是2次牌全车，另外就是。四只的啊，那个连报啊，另外我再加报1组1只的全车，我们从啊2只全车1只全车在4只牌签2星啊，各位我只有做2星，签3星是你的事，我3星是很少中啊，大部分都是中2星啊。做2星赚钱几率比较大啊，我们是以获利为优先，凡是缴6月份的会费只收1次，我们不再收吃红的钱啊，不再收吃红的钱啊，我们下午是给临时参加收吃红的钱的，早上是会员的广告啊。好，欢迎来电啊，来电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每天晚上我8:10以后才公开我的牌子啊，8:10以资验证啊，证明我们是有赚没赚啊，8:10平常我们不再公布了。好，今天祝大家好运顺利中奖。